甘蔗地里头啊穿行的啊，这就是广西特有的啊。这棵老大树多大？到达大兴安平仙河景区附近，目的地在您右侧。本次导航结束。啊，车友们正在啊踊跃的拍照呢啊。这景区啊，凤尾竹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凤尾竹。向右前方行驶。啊，开不开？他这路修路，他导路，他叫你走的，能过去，快来吧。你看这块这不是走过来了吗？少转多大弯啊！你看这个多漂亮景，田园风光啊，广西的啊，你看看。新路线途经219国道。朋友们啊，看看我们走这个地方。哎呀，看看这山，太美了啊！看看，这叫五指峰。看看，五指峰，我们走到这儿，太美了，这就是广西啊，哎，最美的地方啊。我们两台车啊，看看朋友们，过了这个山口，哎，过了山口进来以后都是好景。哎，这个大山峰多漂亮，这是最美的地方啊。这条路啊，我们过来正在修路啊，正在修路。完了，我们呢就是人家这块停了，我们从这过去啊。好的美景啊，在路上啊，你看我们走这条路上，全都是好的美景，太美了。旁边是甘蔗树，这边还有个隧道呢，你看新开了隧道。看看这路没修好，反正我们能走。纳林隧道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！那个地方这样不坏，咱真过不来。啊，真要打石头。他那石头哗哗哗哗。美丽的好景啊，大兴啊，这就是大兴啊，大兴县啊，大兴县啊，这是最好的啊景观。菜。嗯。他那风，他能给你留地方。这条路虽然没竣工，还是我们能通行，节约了不少路。已编好，已重新规划路线，新路线途经358国道。哎呀，这大山，真美呀！最好的这段原先不通路，现在刚修上。还有一个大，还有个天窗，还有天洞，天窗啊。原先这条路不通，你知道不？他就没有这个把这个山好景都看不着，特别咱停车那地方，原先那是不通路的，从外头转的，现在打开一个山洞，一个劈一个山，他劈了一个山，开了一个洞，明氏田园啊，哎，明氏田园，这都属于明氏田园有地，就这河道。就那小桥，大兴县，看看这我这走这个国道啊，219啊，看看身后就是三叠瀑布，看看这个大瀑布啊，是免费的啊，啊，全是免费的啊，看看我们车就来底下一停，哎，嗯，下雨呢，看一看朋友们啊。车友们正在踊跃拍照啊，我们的车就停在前面啊，看一看，车友们正在拍呢，这就是静心市啊，哦，大兴县，看看三叠瀑布，朋友们，我们到了广西啊，哎，这就是大兴县。这是三叠瀑布，啊，看看一叠、两叠、三叠，看是不是三叠瀑布，相当的壮观。这块儿啊，谁也挡不住，都是免费的啊。走这块儿一定要来这停下车，
到这儿拍拍照，哎，相当的美啊。对面就是高速啊，看看朋友们，对面是高速啊，哎，在这儿可以看见这儿了啊。车友们正在拍照啊，搞创作呢啊，哎。哎，那水哇哇的，水量大了，太美了。朋友们，广西滨海国家风景道啊，这是靖西这块啊，看一看，相当的壮观啊。